再弄个酵母蟹给大家啊，过年了，酵母蟹，看看我这个酵母蟹，看看啊，是不是我调好了没？我随便给他掰，弄个酵母蟹啊，看看我的酵母蟹，你看这黄好不好啊？是不是？你试试说话啊，试试说话，看看，试试说话啊。 哎呀，妈的，弄快要黄开了！哎，给我开，黄一弄出来，我嗖我就进籽儿。过年了，给咱家吃上最好的酵母蟹啊！看我们家的品质，呱呱的啊，不是咱脆乎，看看啊，再是的，这黄，它不是四川家的，调好的那不，反正家要是不一样，你给我退回来，给他赔款啊！ 看看我的酵母蟹，看我的酵母蟹啊！守在海边的人都能吃酵母蟹，是盛宴的酵母蟹啊！看看，嗯，货真价实的东西，看看，咱不是说虚假的，挑好的呗。 这个货要是发到家，要是不一样，退给你。嗯，嗯，嗯。哎，操，又掉了。 吃有点浪费了，慢慢的。一会儿再想起我吃过啥，再笑。老板，我再给他掰一个，看我下面写是不是一样质量，看看啊。